不知道哪个名人有说，如果连吃都不能控制，那还能控制什么？但是我就是爱吃，我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，怎么样？以前我总是为了大吃大喝的问题拼了命的运动，但是体重还是直线上升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现在我有蜜拉瑞莎 AK48 防弹日拿铁来控制我的嘴巴，管理我的体重。一开始我也敢不吃，跟着同事喝一般的防弹咖啡，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那个怪味道，而且拉肚子拉到我快虚脱了。一直到后来我试了这个 AK48 防弹绿拿铁，味道就跟一般的绿拿铁一样，还蛮好喝的。我每天早上喝一杯，一整天精神体力都很好，也不太觉得饿。 AK48 防弹绿拿铁喝着喝着就瘦了，才两个半月的时间，体重就减少了7公斤，现在只剩44公斤了。减肥有什么难的？我才不像我那些同事那么笨，又是 TRS 又是飞轮，把自己累得半死，还只能羡慕嫉妒我的好身材。大家看，这是我之前的肚子，现在都太大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腰窝，羡慕吧？如果你控制不了自己的嘴巴，不想运动累得半死，又不想跟大家一样喝难喝的防弹咖啡，就一定要试试 AK48 防弹绿拿铁，不然你就继续当胖子吧。